车手呢都回到了起跑点，圣地卡呢也在后面也即将回到起跑点的位置。马上呢重新再进行的是世界速跑600进行第一回合的决赛。零号轴车下重新起跑600cc 第一回合，我们的时间之后赛事正式开始，红灯亮起，起跑，很漂亮，没事，太棒了，车手慢，看好，等一下他跑到那边了。五十万人一样能拿到你的单位。哎呀，冲出去了！有车撞出去了！啊，有人冲出去了！哇，这个撞得非常的用力！哇，水泥墙哎！这个撞得非常的用力。待会呢，我们让导播看，就是导播，我们看一下，看哪位车手呢？这个撞出去了。我们这里虽然我们撞到了墙壁，车手呢是在啊撞坏了啦，水泥墙在缓冲区的部分，哇，很严重哎。最后是，哎呀，还是日本的车手，天亮摩托，天亮摩托，不是天亮摩托。不要怕，有人希望。喂，哎，来再试一下。喂，大鹏，我来换比赛。是的。哎呀。你在吹我地队啊，要来了要来，是不是我跟哪里来呢？啊，伊中昼，伊这场走到中昼就休困啊。没啊，没有影响到赛事，所以呢，车子裁判组呢，哈，并没有亮出红旗或者是其他的机制。所有的计时的分钟，还有仪器，还有二位车手滑出去，已经还好。我们在解释啊，司机出发的这个车子的这个状况的，但是呢，人是没有问题的，然后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刚刚呢，有位车手呢在弯道上的滑了出去，但是呢还好，马上来就停了。停在呢，如果自己能。